喂 ，Hello， 刘处长，认唔认得我？我想你帮一个人，我将阿俊成之法，系因为想保住佢条命。你而家系公然挑战香港警队。 挑战你，我保证佢会得到公平嘅裁决。你完全唔到你话事。你再踏前一步，我即刻同你开战。我奉陪。 非常時期，你都唔可以用非常方法㗎。